天是团圆的好日子，妈妈说要一起包饺子，面团擀成饺子皮，包起蔬菜和绞肉，搅一搅，捏一捏，搅一搅，再捏一捏，漂亮的饺子终于大功告成。今天是团圆的好日子，我们一起动手包饺子，圆圆滚滚的饺子丢进滚水数到十，轻轻地起甩干装盘，今天是团圆的好日子，全家大小都爱吃饺子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围着圆桌好幸福，